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喏，给你。若不是蛇巢覆灭，这圣母想必也不会流落民间。451年前，龙家率领虎、龟、鹤、猪四大家族反抗蛇巢。 最终推翻了统治7000年之久的蛇家。始龙元年，龙家建国，并都龙脉之上，四大家族封侯。但是巨龙终究也逃脱不了倒下的命运。新任龙帝突然怪病昏迷不醒，四大家族也为了争权倒行逆施，神明降罚。 这怪异的暖雪覆盖全境，所到之处百姓均成了怪物。怎么，你拿上这宝物是想以凡人之躯拯救世界吗？<笑> PlayStation.